尊敬的评委、辩手、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3华语辩论世界杯1/8决赛的活动现场。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指导，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主办，北京西席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感谢各个组织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汇聚青年人才、促进青年交流的思辨舞台，让德币成为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间办公室。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德币集团对赛事的大力支持。带上 Visa 与世界一拍即合。感谢赛事公益合作伙伴全球领先的数字支付技术公司 Visa 连续5年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腾讯会议随时随地高效开辩，感谢腾讯会议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赛事媒体合作伙伴北京时间、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本真咖啡、田下果园、赛事行业合作伙伴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五矿信托、太平洋保险、北斗鼎明、法天使、北京天坛曼星酒店对赛事的大力支持。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环节。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他们是人工智能学者、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奇葩说辩手高庆一老师。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教练、陕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首席评论员张爱平老师。2013两岸四地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冠军、2016华语辩坛老友赛冠军林杰莹老师。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赛双方。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来自河北大学的同学，他们的观点是辩论 AI 会消解辩论的意义。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来自北京大学的同学，他们的观点是辩论 AI 不会消解辩论的意义。下面有请双方辩手做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正方同学。各位好，正方一辩董嘉诚。大家下午好，正方二辩胡锦涛。大家下午好，正方三辩何龙川。大家下午好，正方四辩谢万宇。谢我方三秒仅代表河北大学问候在场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他们的到来。下面有请反方同学做自我介绍。大家好，反方一辩芮子燕。反方二辩崔德芳。反方三辩王晨宇。反方四辩梁秋阳。北京大学学生辩论协会问候各位，同样欢迎他们的到来。下面比赛环节正式开始，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为3分钟。感谢主席。各位好，一项活动的意义怎样才算被消解，我方通过枪炮和武术的类比向大家做解释。冷兵器时代下，武术的意义在于制服或者消灭敌人，而热武器的出现简简单单就可以通过训练轻易地制服一个多年的练武者。于是到了今天，武术就只剩下了体操、田径一样的健身意义或者观赏意义，曾经作为制服的和消灭敌人的意义核心就被消解了。可见一项活动意义的消解是指这项活动的某种或者几种重要的意义受到减损。而辩题当中会不会不仅仅问当下，还包括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随着辩论 AI 的发展和更大规模的运用，会逐渐消解辩论的意义。我方具体论证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AI 一旦发展盛行，会消解辩论带来的羁绊。作为一项爱好类的团体活动，辩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我们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中京校媒通过对2202份样本的调查发现，88.82%的受访大学生都表示希望社团能够组织或者参加校际活动。可以看到，参加社团的成员基本上全部都希望可以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流。而回到我们现实当中的体验，辩论的传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学长姐的指导与帮助，所以我们才会为天大的十年磨一剑而感慨。同时，辩手的友谊
诸多都来自于学校之间的磨辩和面对面的交流。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期待线下的世界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次线上的比赛，比赛之后只有冰冷的屏幕和空荡的屋子，我们很多的交锋的热情、比赛的感慨却无处向人表达。可是在线下比赛，我们会握手、会鞠躬、会合影、会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然而 AI 一旦发展起来，就会代替诸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连接，会极大的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程度。比如说 AI 还比很多的学长学姐都要厉害，所以有了 AI 之后，大家的学习和理解都会跟随 AI， 与学长姐之间的代际的连接就会被减弱，我们就会失去2020年8月26日王晨宇学长在超变训练天津营中讲到的，你可以走儒雅路线，可是再儒雅也需要有力量作为支撑，这一份宝贵的连接的传承就会被减弱。如果辩论 AI 可以让我们轻易的进行模拟练习，就会减少了很多我们和其他辩论同好交流的机会。第二，辩论 AI 的发展还会消解辩论的过程体验感，这也是爱好类活动的重要意义。人类的活动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生产类的活动，我们关注的就是生产的产品本身，我们不会在意一部电脑是手工组装还是机器组装，没有关系，它只要好用就行。可是辩论不是这样的活动，辩论是一个过程性活动，它就好像打麻将、拼乐高、搭积木，对方辩友必须要检证我方的观点，我方才可以把这块砖落到积木上面。所以说我方看到一些新生拿着学长学姐写的稿子上场念，哪怕赢了，我们也不会认为他参与的辩论是有意义的。可是 AI 就可以通过黑箱式的运算直接生成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输入说帮我写一篇某某的稿子，马上就能生成一篇语句通顺论据齐全的稿子，一个快捷的天然工具天然会诱发人的惰性，而这就是让辩论真正宝贵的过程体验大大降低的因素，这些意义就会被大大减损。以上感谢大家。感谢正方一辩，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质询方可以打断被质询方发言，被质询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对质询方计时1分30秒。好，谢谢先问判准的问题。所以您方是认为辩论的意义虽然消解了，但是辩论还有意义是吗？哦，同学，它当然有意义啊，可是它的过程的体验感被消解了。好，那我先体验这个消解的判准。我问你啊，消解和消减有没有区别？同学，我方讲的是只要它的核心意义当中一个或者某几个被消解，就算它被消解了。您方讲的是减弱嘛？可是我想问的是，消解和消减有没有区别？减和这两个词有区别吗？您方可以具体举证一下。所以您方不知道吗？所以消减的汉语定义是减弱减少，但消解是使不存在，所以您方不能只通过减弱论证您方的观点，因为本身根据词典的释义您方要论证不存在才行。所以您方要举证。第二点，我方想问您方这个判准的，再问一个举例啊，比如说您方是不是觉得互联网也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可能消解了意义，因为这个时候我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比如说看一些视频，我可能去不跟朋友联系了可能。如果说它真的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的羁绊的话，那它确实会消解了一部分的重要意义。所以按您方判断，互联网其实消解了大学生活的意义。我再问您啊，比如说您方今天是不是觉得，像很多时候我们看病，有时候有人会觉得，我看医生重要的就是我和医生之间的这个情感联系，但现在医疗 AI 可能让这种联系不用存在，是不是医疗 AI 哪怕让病治得更好了，也消解了医生的意义呢？同学，可是辩论队和医护关系不一样，辩论队的话是我们真真切切在爱那个辩论人，而不是说我们只需要一方就可以。医生是真切爱那个病人呀，差别是我们要根据学长有情感联系，我们不是仅仅要有那个医生看药方就可以了。所以说很多人也觉得医生是有情感联系的，但也没有论证医疗 AI 消减了他，所以您方不能找一个意消减。第二件事情，您方说我们会依赖 AI， 你的稿是 AI 写的吗？同学，我的稿子不是 AI 写的。为什么呢？不是可以依赖吗？因为我方没有找到 AI 的具体的东西，可是我方如果找到的话，方会用资料包。不能登录吗？我们觉得，如果我方没有找，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东西，我们会用 AI 写的。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其实您不写的原因，我相信大家不是没有 access， 不是没有连通路径，而是因为 AI 写的稿还不够好。事实上，要让 AI 写出一个好的稿，要学会提好的问题，而这其实恰恰是思辨的过程。您方怎么看呢？正因为他写的不够好，所以人们的努力在于找到更好的 AI， 而不是提高自己的辩论水平。所以你也承认不够好，而 AI 写的更好的过程就是好好思考和提问的过程，这是思辨最大的价值。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3分钟。谢主席，大家好。辩论贯彻古今中外，应用的场景众多，但总的来说，其意义分为两类。
第一类旨在用辩论实现某项社会功能，比如法庭辩论追求公平正义，议会辩论决定政策的施行，课堂辩论增强知识的吸收等等，这是实用辩论带给我们的意义。而第二类则旨在呈现辩论过程本身的思辨表达，这是竞技辩论的意义。而随着 IBM 推出 Project Debater 并开启人机辩论的先例，我方认为以生成式大语言模型为内核的辩论 AI 没有消解辩论的意义。我方论证如下：第一，辩论 AI 作为辅助工具，能让辩论普惠更多人，更有利于实用辩论意义的实现。美国律师 Andrew 首创法庭辩论 AI Rose Intelligence， 通过快速检索判例来辅助律师。有客户表示 ，Rose 至少节省了40%查资料的时间。更有公益律师表示，这款法庭辩论 AI 的存在，让请不起大律所律师的穷人也有机会享受到良好的法律服务。这显然推动了法庭辩论的发展，也展现其追求公平正义的意义。其次 ，AI 还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信息差，使得辩论的教育意义辐射至更多人。印度的在线辩论 AI 可汗学院拥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1.37亿用户，无论用户所在的地方教育资源如何贫瘠，都可以和 AI 辩论文史哲和政策相关的课题，通过头脑风暴了解课题的基本争议，进一步判断并选择深入研究的方向。正如同在国内，也不是每一支校辩论队都有教练，但有了辩论 AI， 就如同少林寺里一个能自己动的木人桩，能给所有辩手提供了好的陪练伙伴。AI 让辩论资源得到更大程度的流通，实现普惠的目的。第二 ，AI 作为更强的信息收集工具，有助于辩论参与者从低水平的信息检索劳动中解放，把更多精力花费在深入的思辨与表达，有利于竞技辩论意义的实现。书籍和互联网的普及，让每一个普通人得以进入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互通共享。辩论 AI 也做了类似的工作。美国最早提出涌现概念的人工智能专家凯文·凯利就指出，在 AI 年代，人类可以不再受困于繁琐的工作，而是专注于思考和提问，而这也在现实当中得到印证。2023年，哈佛大学对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 ，AI 通过辅助检索资料与提供建议，让所有咨询顾问在创意、分析思考、写作和说服方面的工作质量平均提升了40%。在加纳，研究者抽取125名大学生进行实验，发现，在 AI 辅助下完成课堂任务的学生，比使用传统检索工具的学生，在批判性、创造性和反思性思维的评分都显著的提高。他们表示，和 AI 的交流如同多了个小导师与自己对话，既节省了查资料的时间，还能引导自己基于自己的兴趣深入学习，动力也更强。而在辩论的活动当中也更是如此，因为出于对胜利的追求，辩论 AI 的使用者本身就有更强的动力，在 AI 提供的帮助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展现思辨表达的价值，不会被巨人宠坏，而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更远处的繁星。综上，我方认为辩论 AI 不会消解辩论的意义。谢谢。感谢反方一辩，下面有请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一辩，规则同上，有请。好，学长你好，你刚才讲今天两个论都是说今天AI 辩论会使他们更好，但是你有讲不会消损它的意义吗？我证明的事情就是在这两种竞技辩论和使用辩论当中 AI 加入了之后仍然体现了它的意义。你只是讲更好，但是我方今天如果论证到有意义的减损呢？你刚才二辩说今天互联网消解了大学生的生活的意义是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证明你说的是核心意义，其次是即便你是核心意义，你要证明所有的核心意义都要消解的才符合消解的定义。没关系，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你可以再重复一次啊。你方二辩是不是说互联网消解了大学生生活的意义？按您方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们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也可以叫核心意义。那我想问的是，互联网出现之后，大学生的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是吗？你按您方的定义，只要有减少，那就消解了呀。不对，所以今天大学生的生活依然有意义，没有减损到，一点都没有。所以今天你方对于消解和那个消减的两个定义是模糊的。我继续问你，今天枪炮出现之后，是不是消解了武术的意义？我方认为武术在现在仍然有意义，所以武术的意义没有被消解。你现在仍然会去学武术，你不然不会觉得武术是毫无意义的活动吗？但是武术它最本初的那个防身制服敌人的意义确实是没有了的。我继续问你，今天 MP3 和音乐 APP 的出现，是不是消解了今天唱片 CD 它唱片机的意义？
你必须 具象化说武术它的 原先那种格斗的意义没有了，但是我们想说是整体的判断，武术的意义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仍然会不认为被消解，我们不会这么说。学长，我想问的是，减少不能证明意义的消解。学长，我想问的是，你今天说武术的意义没有被消解，可是今天战场上我们依然用肉搏吗？我知道，但现在武术仍然有意义，所以你不会评价武术的意义被消解。对，所以今天我方已经说到了，削减了大部分，对方依然不承认，而对方对于削减和消解两个的论证也不成立。我继续往下问你，在枪炮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依然用武术肉搏，有没有妨碍今天热兵器消解了武术的意义？你问这类别，我方的统一回答都是这些它并没有被消解，就像读书在那个时代它也可以展现地位，但这个部分价值消失了之后，读书对人个人思想的滋养这个价值被放大了，所以它仍然有这个部分的价值的体现，我们不认为它意义被消解了。没关系，所以确认到对方的态度，今天即使正方论证到它核心的利益被削减了很多，它也不认为被消解，而对于那个消解和削减他们也没有做到很好的定义。以上感谢。好，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进行小结，时间为两分钟。谢谢。对方今天犯第一个错误就是混淆了削减和消解的概念。如果按您方说法，消减就是消减，那什么消减叫消减，消减叫消减。所以今天武术的意义其实本身也没有被消解，只是被消减了。今天我们有很多保镖，他一定要学习武术去防身，包括防身术一样是都市里学习热门概念。所以这个例子您方不要再聊了。第二件事情是您方混淆了辩论的核心概念。您方今天认为辩论的核心意义在于交朋友，可如果这样的话，有很多东西就解释不来。比如说，那查资料是不是消解了辩论的意义呢？因为如果我去查资料，我叫一个人对着电脑学习，就没办法交朋友啊。今天自己思考是不是消解辩论的意义呢？因为如果自己思考的话，减少社交的时间，就没办法交朋友啊。所以说，您方本质来说，如果把交朋友这件事情在辩论中放到核心的意义，你会发现我们在诸多辩论中做的活动都是在消解辩论的意义。所以本身您方这个判准就有问题。再往下走，您方其实核心就讲了一个点，叫做依赖的问题。好，可是问题在于依赖并不只是说你举出了有一个人强就会形成依赖，就好像我们今天讲不会讲教练消解了辩论的意义，我们不会讲辩论课消解了辩论的意义，是因为他们虽然强，但是和他们互动过程中我们依然有了自我思考。所以您方不能简单的告诉我说有了一个强的 AI 我就会对他形成依赖，您方要告诉我说在路径上为什么我会对他形成依赖。这里我从机理和实证上两重原因告诉大家为什么不会。第一件事情讲机理，因为 AI 是公平的，哪怕今天我们讲教练，很多时候它其实不公平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请不到或者接触不起或者请不起。可是 AI 哪怕你买文心一言的 Pro 版，你一年大概花400多块钱，这个是很多教练一个小时的薪资。所以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双方拉平了 AI 在思考这方面的差距，我如果还想赢，我就被迫在上面加强我的思考，这是机制的部分。第二就是实证的部分，今天在加纳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找120个学生，他们分成两组，分别用 GPT 和原始的搜索引擎，发现GPT 的组他们反而思维能力提升得更强了，这是因为 GPT 可以给他定制化的讨论、定制化的思维、定制化的服务，这种个性化的符合自己节奏的学习方式反而让学生更加舒适和更加提升他的思辨能力。谢谢。感谢反方二辩，下面有请正方二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两分钟。大家好，先讲第一件事情，叫做对方对于消减和削减和消解两个部分的切割，我方觉得这样定义这样很没有意义，因为对方二辩在质询我们的时候也说了，互联网它用的是消解了大学生的意义，可是我们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之下，大学生的生活依然有意义，也就是对方所说的依然存在，所以对方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也用了消解，可是我不知道消减和消解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所以我继续往下讲，今天枪炮的出现，这些热武器的出现，使武术我传统本身的意义叫做近身肉搏制服敌人这样的意义很少了，因为发现在今天的战场上大家不用近身肉搏了，而是用武器，我用枪炮去解决这件事情，而对方给我的解释是它增加了一个新的意义。可是在这个设定之下，对方辩友能不能给我举出来任何一件存在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今天的文化遗迹已经不存在已经消失了，它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证明了人类的历史文明它依然存在过，这是对方吊诡的事情。按照对方讲的消解要完全
完全削减的话，那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那再讲第二件事情，今天在今天对方只跟我们聊现状之下，可能 AI 还没有那么强大吧，我们也不会依赖它。可是我方发现的是，这道题在会不会这个方面的解读是，我们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未来。为什么？当手机出现的时候，我们预测大家都会认为它会取代传统的有线的电视座机，这是大家客观公认的事实。可是在手机刚出现的那一天，它没有取代所有的手机。所以今天我方觉得，会不会这件事情不仅要从现状来看，而且我们要对未来做一个合理的预测，而对方也需要对这方进行回答。那回到第三个部分，在辩论意义上面的事情，对方的质疑也只有啊，可能辩论的意义也不只在社交吧。可是我方发现，今天在兴趣社团的调查之下，80%多的人都是为了交朋友来到这里的，而对方没有举出反证。以上感谢。感谢正方二辩，下面进入对辩环节，由正方四辩与反方四辩进行对辩，时间各1分30秒，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双方计时将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用尽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尽为止。由正方开始发言，有请。 好，学长，我们来聊一聊辩论 AI 在使用过程中的真实的样态。我请教你哦，教练有没有拒绝学生的权利？比如说我要找你要个论，可不可以？可以。那学长，那第二个部分呢？AI 可以拒绝你吗？比如说我想 AI 你给我来个资料包，给我准备个攻防， AI 有拒绝的权利吗？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会发现你重复的输入 AI 生成给你的内容而自己不加输入的话， AI 在9次之后，根据去年10月份谷歌的研究，就会开始输入一些乱码和重复信息，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拒绝。所以单凭 AI 不会让人依赖。那为什么 AI 不能让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呢？这是现在技术的局限，跟工作人员的调试没有关系。好，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方告诉我们说 AI 的意义是交朋友，我想问一下，大学生说为了交朋友进入社团，这是他们认为自己人生和大学生活的主要意义来源，还是他们因此就定义了辩论的意义是交朋友？这都是他们共有的意义，学长。所以问题聚焦在未来讨论会不会的部分。那我问你，以前我们在讨论手机会不会取代传统的座机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探讨的是未来的样态呢？是探讨未来的样态。你刚才含糊其辞了我的问题。你看，这都是说明你方根本没有想要对辩论的意义是什么有个清晰的定义。我进一步来问好了，就算辩论 AI 有些时候能够让我们代替朋友的关系，你可不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和 AI 对话？可以啊，但是他，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后要请 AI 跟我们一起打魔辩，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打魔辩的人了，这个时候会阻断一些隔境，不包括打魔辩 AI 评论AI 评委，包括你要去讨论的时候不需要讨论了，我自己去查 AI 就可以了，这时候是不是阻断了一些途径？可以，但是不会。为什么？因为人心都是贪婪的，能有朋友还能兼顾 AI，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 AI 不是来加入这个家，而是一定要拆散这个家呢？因为照你方所讲的就是啊，我用 AI 的时候就很简单很方便，为什么还要必要去找别人去花费呢？你看，人可以交换观点， AI 可以查找资料，并行不悖。你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了 AI 人就会变得更孤独。我想问你第二件事情，你告诉我使用 AI 会诱发人的惰性，好教练诱发了你的惰性吗？好教练可以拒绝你，可是 AI 没有拒绝的权利，是前面聊过的。我聊的是会不会的问题，你也觉得我们要探讨以后的部分。那要探讨以后的部分的时候， AI 给你提了个绝强的观点，你为什么还需要和别人交流观点呢？举个例子， AI 给你提供了哪个绝强的观点？来，就比如我现在的观点，我觉得就挺强的。你现在的观点就挺强的，对吗？可是你方刚才明明告诉我说，你现在观点是你自己得出来的，不是 AI 写出来的。如果 AI 观点那么强，你为什么不用 AI 备赛呢？因为 AI 技术很高啊。啊？因为在讨论未来的 AI 技术很高啊。哦，所以你们讨论的是想象中的未来的 AI。我再退一步讲，我们就算讨论想象中未来的超强的 AI， 我们也不会依赖。为什么？因为辩论有胜负，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止于 AI 的高明，我只会想要更强。对，恰恰是因为你想要更强，所以你才要去找 AI 探索它的真相。因为 AI 足够强嘛，所以我要一些问论据，一些资料，它可以分析，通过探索得知当下最强的价值，它是胜于人脑的，这是后面举证的。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进入盘问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盘问，被盘问方需指派除三辩外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作答，中途不可更换。请问反方指派作答的辩手是反方几辩？4辩。下面有请正方三辩盘问反方4辩，
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方发言，被盘问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对盘问方计时1分30秒。学长您好。你好。第一个问题哈，您方能给我举出一个异议被消解的事物或者活动吗？绝对的权威会消解辩论的异议。那你方讲的是只有它完全被消灭了，才能叫做消解，异议被消解了是吗？它主体的异议被核心异议被彻底解构了。核心意义被彻底解构，其实本身也是完全消灭嘛。那消灭跟消减的区别在哪里？我方最起码目前看不到，正方没有解释。那我进一步请教你了，你方讲说现在技术有局限，在未来的发展当中，那9次的乱码为什么不会得到改正呢？我看不到那样的未来，如果您能看到，您至少给我提一个设想吧。还是您方想来架空中打辩论也没关系，可以的，没问题。那好，最起码目前对方论证的是现在技术下有局限，未来在那个强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这一部分不会被完善？最起码技术是在不断被发展的，对方也要跟我方比较。那我第三层问你，第三个问题好了，问你好了，辩论作为一项爱好的社团活动，你方有那个辩驳，打算辩驳我方，他有说构建人与人之间连结的重要意义的这一层次吗？辩论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孤独的辩论思辨活动？苏格拉底组了社团吗？不是，所以你方要给我举证的是，就比如说我方有很多学长姐已经毕业了，却还愿意来回到看我们的比赛，你方认为这是因为你方讲的思辨竞技类没有其他说意义的连结的部分吗？我相信有了辩论 AI 他们会更愿意回来，因为不仅能看你还能看 AI。不对哦，所以最起码原本我们之间的连接是我跟他之间的意义的构建，我跟他之间的交流交互，但是有辩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减损了我们之间的社交。那问第二个问题了，在辩论当中我会接触到认知，我会不断的试错，甚至辩论直接告诉了你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对辩论的认知体验被消解了？首先啊，你刚才那个观点推到最后也只是解构了社团的意义，不是辩论的意义。以及你刚才那个问题，我的体验完全没有被颠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需要更高的认知，我才能针对 AI 给我的回复给出更进一步的答案。容许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道辩论题，像今天这道题目，如果我去问一个大语言模型，你能不能站在反方给我一些观点，他给的是一些范畴，比如说他会说你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证，你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知道下一步怎么问他的问题才能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在思考如何提出有价值问题的过程，是不是思辨的过程？不不不，本身辩论也是一种社团活动，你没有否认这个底层逻辑，所以你接下来继续要给我解释为什么辩论直接输入给我答案的时候比我自己试错得来的这部分体验更重要。谢谢。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盘问，规则同上。请问正方指派的作答的辩手是正方几辩？正方四辩。下面有请反方三辩盘问正方四辩，规则同上，有请。谢谢主席。你好，我先确认一个基本态度啊，你们觉得如果一件事情它会消解辩论的意义，那你要做还是不做？消解辩论的意义，做还是不做？什么意思？没有听懂。就是事情，就是随便一个事情，你觉得消解辩论意义的事情你还做不做？如果你要追求辩论的意义的话，应该不能做吧？不是，要消解辩论的意义，那看我心情，有可能做，有可能不做吧。显然是不能做的，因为你要追求意义的实现，那消解意义的事情就不能做。我接下来问你，你方特别爱聊找朋友，那我们做一个比较好了。如果一个辩论队每天吃吃喝喝，人际关系特别好，但他们不爱思考，上场就念念稿子，而另外一个辩论队，我们不吃吃喝喝，每个人独立思考，但我们充分展现了思辨，你觉得这两支辩论队哪一个更体现或者彰显了辩论的意义？都挺彰显的嘛，因为辩论你觉得他们是同等的？对。好，所以你在你看来交朋友和这个思辨是对辩论意义来说是同等的？也不一定，有可能交朋友更重要了。论证。因为我方觉得我这么说吧，你比较你比较的原因是什么？我比较的原因就是交朋友比思辨的意义更核心，比较的原因是什么？比较原因是我方第一个份举证是有88.82%的大学生说进这些社团活动辩论活动是希望找朋友啊，这个数据是没有比较的吧？我在问的是为什么交朋友是更重要的，你得有些比较的理由吧？交朋友是，我给你一个比较的理由吧。当我们考虑一项活动对人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觉得它更独特的，只有它能提供这份意义的时候，这个意义更核心，你可以接受吗？更独特的时候才能更有，比如说你方自己举那个武术的例子，如果只有武术能帮我们防身，对，武术超有意义。嗯，如果枪可以替代它，武术不再是独特可以帮我们防身的了，它就没意义了。对对对对对，交朋友也很独特，非常好。哦，我问你，我问你，嗯，打羽毛球能不能交朋友？对，那时候结交的是打羽毛球的人，所以都可以交朋友。不可以，不可以，不一样。而区别在于你结交到的时候。
区别在于结交到了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区别在于结交了打辩论的人，我们都是同好。非常好，所以你参加体育社团重点在于结交喜欢健身的人，对，而参加辩论社团重点在于结交喜欢思辨的人，所以价值体现在思辨而不在找朋友。如果能体现思辨无所谓找不找朋友，谢谢。不体现思辨也要忍。谢谢。时间到，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正方三辩进行中场小结，时间为两分钟。谢谢。今天我方发现的是反方混淆，对于异议他加了一个附属的前提叫做独特性，他方对我方的攻击叫做说辩论他跟其他的社团活动有什么区别呢，可是我方看到的是我爱辩论也爱辩论中具体的人，辩论本质上也是一个爱好类的社团活动，所以这里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这一部分异议为什么不能被纳作讨论的范围，对方始终没有解释，就像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所以对方也需要解释哦。第二层是对方今天只打算跟我方论证说现状底下有局限的 AI 技术，可是未来技术为什么不会发展，为什么不会在 AI 的那个强大的时代它更好的辅助你，或者更好的让你来完成你的立论你的攻防你的论据，目前辩论 AI 已经可以发展到了它可以给你提供论据攻防甚至反驳以及你情感价值的渲染的部分，甚至它可以精准的把握到人们对于母爱等一些共同的情感话题更容易被感动的时候，它给你提出你这样演绎会更好哦。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对方只能用现状聊，这是对方没有解释的部分。第三层我方为什么讲说辩论 AI 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减少，因为就好像辩论魔辩一样，辩论你完全可以用一个辩论魔辩帮你的那个队友出得更好，帮你的对手出得更好，那你看原本我找人魔辩我还需要给他买杯奶茶还人情，这个时候辩论 AI 我可能顶多付个电费就完成了，所以为什么我不更加倾向于使用辩论 AI 呢？学长姐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你方讲教练也要比较，可是当辩论 AI 他的攻防的技术比你的学长姐还要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跟他学长姐的联系还那么深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跟你的学长姐学弟妹的连接来自于你在给他们办讲座，你在给他们带校赛带国际比赛，你跟他们之间有连接，那个时候他发现哦，辩论 AI 明明比你更好的时候，为什么这部分意义没有被消解？我方看到的是今天我方来了很多的学长学姐来看我们，这个时候他们根本就难道是为了向对方讲的是为了竞技吗，知识的提升吗？并不是，我方看到的是这份羁绊意义是很重要的。谢谢。感谢正方三辩，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中场小结，时间同样为两分钟。谢谢主席，各位好，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找朋友意义的问题，第二个关于规律性认识，就是我们展望未来的问题。关于找朋友有两层，第一层是我们要比较核心意义，一项活动最核心的在于什么，在于辩论最核心的价值，过程性的价值在于思辨和表达，它想要体现它的实用价值在于我们追求那个实用结果，如果在这过程其他的边角料的价值有所减损没关系，你可以从其他的活动当中找到这些意义，比如说交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在比较上刚才我们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晰了。第二，其实我说实话，就算你觉得找朋友非常核心，它也没有被 AI 辩论 AI 消解，因为我方思辨已经解得非常清楚了，有辩论 AI 你依然可以，比如说你方自己讲我们现在会打磨辩，你方自己讲今天有很多学长学姐来看你们，可是辩论 AI 在辩论界至少已经普及了两年了，你不是恰恰证明了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影响吗？最后一件事情是你方讲说更强就会取代，可是我也知道你们请了校外的教练邹文启学长，这影响了你们和你们自己学校的学长李武阳同学的感情连结吗？我想没有，因为他就坐在台下，一会儿记得给我鼓掌。所以你发现没有，有更强的替代只是我们的交流思辨的深化，但你恰恰矮化了我们之间人与人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感情绝不只是因为你比我强，我所以我慕你，我不慕强，不是，那是日积月累的相处带来的感情，所以你不要再矮化我们之间的情谊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聊未来，你特别爱讲我们应该聊未来的超强 AI， 可是你方一辩第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应该对未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一项科技我同意可以展望未来，但必须基于现有的科学规律，为什么我们讲九次问答之后它就没有办法生成新的答案，它就会乱，首先这是一份实证研究，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发布的一项联合研究表示，当你不断地问它这些生成式的问题的时候，它最后会告诉你建筑学是一只黑色的兔子，当然也有可能是白色的兔子或者红色的兔子，这是它的问题。而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是因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只能在既有的已知下生成那个接近人类语用的答案，而无法创造新知，无法创造新知就不可能让我们依赖。谢谢。感谢反方三辩，
下面将进入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中，双方轮流发言，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计时标志。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若有间隙，累计时间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对双方各计时三分钟。首先由正方开始，有请。学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你那份实证，你说问九次问题，那个是具体是什么 AI 模型？它是辩论 AI 吗？它是 GPT， 所以但辩论 AI 现在最强的也是基于这种 transformer 的模型，所以你要告诉我在架构上它有先进的部分。好，我问你啊， Rose Intention 的 CEO Andrew 他曾经是一个辩护律师，他发现在法庭上有钱人又能请好律师就能获得法律的胜利，所以他开发了很多辩论 AI 帮助没钱的人也能用得起 AI 的服务，你觉得这对法庭辩论来说是不是意义的深化？不是，今天是华语辩论世界杯，我们更多应该聚焦的是辩论的讨论， 这种校园辩论，所以你讲那部分我方看到的没有意义，同时我们认为认知的体验感也在降低，我接下来跟你比，所以我进一步请教你了，我跟我方学长李伟阳学长他更多的是线下，他之前给我进行培训指导，所以我们两个建立了连结，我一开始加入辩论的时候 AI 就告诉我这样打更好，这样打胜率 更高，为什么我方还能跟他构建这么强的连结？我说实话，辩论 AI 让你的关系更纯粹了。我也是学长，如果说有没有 AI， 我都不知道学弟妹找我是因为我是个工具人，还是他真的喜欢我。可现在我知道他是真的欣赏我，这种更纯粹的友情，所以友情的深化。你们回答我的问题：法庭辩论、议会辩论，这些人类更重要的角色性辩论，它让很多本来没有能力参与的人能参与，这对它的意义是不是一种深化？不是，就像我方为什么讲论文讲体验感的缺失，我就好像跟我这样跟你讲好了。辩论 AI 它会形成一个黑箱，你说告诉我那个超前消费会不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它直接告诉你从900数以万计的资料当中扔出来了一份，这个时候我直接找到了最准确的那一份，是不是要比我原本一点点试错可能尝试错误的方向那一部分带来的痛苦甚至说试错的感知来得更好？其实法庭辩论你不愿意回，你说我们只聊校园辩论，可是道理是共通的，你方可以请综合体学院给你当教练，天大有谢宇学院给他当教练，可是更多的普通学校当他们找不到好教练请不起好教练的时候，当那些中学生想要接触辩论，上海和北京的高校可以随便请优秀的名教练，而县里的中学请不到找不到那些好教练的时候，辩论 AI 是一个对所有人公平的训练工具，是那个陪练的木人桩，它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辨都可以公平的更进一层的时候，为什么辩论的意义不是得到彰显而是被消解？不是，那个时候是辩论 AI 技术的倾轧，现在是教练之间的资源的不同，那个时候是辩论 AI 谁我你用 3.0 我用 4.0 甚至将来可能还有 5.0， 这个时候双方比较的不是教练而是辩论 AI 谁的版本性能更好，所以你继续回答我，是不是原本我可能说那个超前经济它拉动消费了，我原本可能说是不是紧衣缩食能够促进，这一点点是错，最后发现我是错的，这一部分的体验我自己探知的带来的更好，所以所有实用辩论的意义没有被消解，这一点对方辩友已经没有反驳了。我们来看对方辩友所谓的竞技辩论，就拿您刚才超前消费的那个例子来说好了，原本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和辩论无关的资料检索工作，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拿到一份精准的资料开始思考辩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资料和我的观点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能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之上得到怎样的洞察，请问辩论的意义是深化了还是消解了？学长，我们的区别在于我承认用 AI 你确实可以去查找一些资料，可是它真正的实用路径是什么？我举个很相似的例子，比如资料包，为什么我们在打网辩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想的不是这个辩题是什么，而是资料包是有谁有，然后我拿资料包直接拿上来去呈现。AI 辩论 正是如此，它会告诉你这个攻防怎么打，这个资料怎么准备，这个时候你直接去用就好了呀，为什么还会有思索的过程呢？你直接用能赢吗？因为 AI 很强，它会分析对手的特点，分析你的语言结构来精进我的表达，我只要记下来我就能赢。所以 AI 是怎么教你打我们的？分析啊，大数据啊，有比如说拿你以前的案例输入进去就够了。很好，所以你打不赢我们就证明不了 AI 强，但你如果能证明 AI 强你也打不赢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悖论，你证明不了这件事情。回过头来我们再聊这个实际的，我们讨论这个实际的讨论问题啊。你讲我们会依赖资料包，可是问题是当你知道这份资料你有对方也有，你们看到的是同一份资料，因为 AI 回答每一个人问题的时候都是公平给出一样的答案，那此时你要想胜过对方，是不是你要更进一步想这个资料我要怎么解释为什么超前消费会呈现这样的经济学陷阱？当你在思考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的时候，思辨是不是被聚焦了，思辨是不是被深化了？
而在相同资料包的运用的时候，我想的应该不是这两个怎么表达。如果我是一个懒的人，依赖路径的人，我想的是我能不能再找北京大学要一份资料，这他的资料会不会更好，他的工房会不会更好，我为什么还要再思索呢？我要一份就好了。非常好，所以资料包这种实体的传承反而容易造成大家重点的偏移。以前打废死死刑要不要废除这道题的时候，东吴大学特别厉害，为什么？他们有一套祖传了40年的资料包，别的学校没有。可是现在辩论 AI 每个人都可以公平使用，我们就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资料以上的思辨活动当中。请问消解了还是深化了？然后我就找更厉害的 AI 去调试更厉害的 AI 来跟你打。你知道吗？这个工作就叫知识共享带来的好处。在之前，这个工作是被谁完成的？是搜索引擎。再往前一步是被谁完成的？是书籍。还是那个死刑的例子？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40年的资料包的垄断被打破吗？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头一个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做《论死刑》。那里面收录了。全国古今中，全世界古今中外关于死刑的各种论据，在那之后，我们对死刑的认识才更加深化了。资料给你不是书籍啊，百度搜索啊，给你呈现的只是资料。可是 AI 不一样 ，AI 多一个功能叫做资料的整合，它可以帮你放却思考，帮你放却想法。你只要输入你的指令，比如说我的对手是北京大学，我只要输入他过往的便利，然后呢，我再输入这道辩题是什么，要怎么答，它就会给我呈现出来很详实的资料，攻防，甚至我的语气、我的表达、我的手势是什么样子，只要他交给我，我记下来，我就可以表达出更好的。那我这时候可能追求的是更好的辩论 AI， 为什么是像您说的，我要左右的思索呢？我放到现在不明白。感谢双方辩手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陈词。首先有请反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曾经有人和对方辩友一样的理由去抨击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知识普及了，大家就不思考了，就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可是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接受了超过10年以上的教育，这件事情发生了吗？没有。也同样有人用同样的理由去反对互联网，因为他们认为大学生一旦接触了互联网，能够轻松百度一下查到所有的知识了，他们就不会去学习了，就不再富有诗书气自华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也不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 B 站上学习高数，所以工具从来都不是原罪，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与这个工具互动的过程。我们在编辑每一个提问的时候，其实正是在精进我们思辨的过程。北京大学在去年输了一场辩论比赛，辩题叫做爱情是不是人类的必需品。如果你把这道题拿去问辩论 AI， 它会用一些非常粗糙的范畴告诉你，这道题啊，如果你希望正方论证，你必须要试图告诉反方，这道题只是一个比喻意，我方真的不是要论证每个人在每个时候都一定要马上去谈恋爱。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可是我问各位，这样的答案能让你赢比赛吗？不能。那怎么办？如果你想继续用 AI， 你要接着去思考，我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我就不能只挖掘爱情的本来词义，我要去挖掘它的隐身意和它的符号学意义。我甚至需要去学一些语言学，去接触加达默尔，去了解索绪尔，去知道符号论本身背后有哪些逻辑。于是我可以提出下一个问题，叫做，那如果我把爱情这个词当作一个符号，它和人类潜意识当中的深层次连接有哪些呢？你能结合一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给我分析一下吗？这个时候辩论 AI 可能会给你一个有可能在场上打赢的攻防，而这个时候你所做出的努力和思考已经配得上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了，答案才会出现。所以对方辩友一直告诉我们，人和辩论 AI 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的娇宠而惯的过程，他给我答案，他喂给我，我是被喂养者，我就不再成长了。可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第二层，难道人在辩论当中的意义只有成长吗？不是，还有一个意义，叫做自我表达和存在。对方辩友特别喜欢聊中国内地大学生的辩论生活，我们谈几个非常所有人都有共鸣的现象，叫做你真正愉快的辩论很少是和对方辩友，往往是和自己的队友在讨论中产生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抛去胜负，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你知道有些话不适合在场上讲，但是你说出来你豪爽。你自己最得意的陈词一定不是在国际大赛万众瞩目的舞台上，一定是在夜半无人输了比赛，一个人深夜洗澡的淋浴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肆无忌惮地放肆地讲出自己内心真实的语言，而且不用担心别人的嘲笑和否认。所以什么是辩论的意义啊？
抛除我方前面已经聊得足够的实用，抛除我们已经讲了半天的成长，它最后的一个意义是证明人之为人。新加坡的艺术科学博物馆里面有一句谶语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宇宙要告诉人类的，那什么叫艺术，艺术是人类想告诉宇宙的。对每一个辩手来说，辩论本身就是我们想告诉宇宙的语言的艺术。正如同十秒钟之后您方会站起来解辩，这场比赛的胜负怎么样，百年之后谁记得，几年之后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接下来的210秒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曾经存在过。谢谢。感谢反方四辩，最后有请正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同样为3分30秒。好，其实我方和对面是有分歧的，对面更多倾向讲 AI 辩论更多是立足于现状，现状 AI 我承认确实需要有提问，但是横向的比较有没有呢？比如说你去提问学长姐，你需要提问，你怎么问学长姐会让他给你更好的听到你的内容，你的问题，你的困惑在哪里，是不是也需要思辨呢？所以那学长姐给你的表达和 AI 给你的表达谁更强，谁更笼统，谁更有整合能力呢？显然是 AI。所以我方为什么 AI 和学长姐之间是有倾轧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想请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明天你们的对手是辩坛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他们有极强的团队，有非常精湛的表达，也有非常完美的攻防，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只有一天的备赛时间，你这时候有一个 AI， 你只要输入一个指令，他就会告诉你你用什么论，他会告诉你你去怎么分析对面，他会告诉你你该怎么表达，你的停顿，你的语气该怎么用，你就能赢过他。你只要记下来你就能赢过他，这时候你就有了蚂蚁撼动大树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在网上打网辩的时候那么喜欢用辩论包，为什么一接触网辩辩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想法不是思考这个辩题是什么该怎么去打，而去思索的是打开微信，打开朋友圈，输入几个文字，这个辩题是什么什么什么，持方是什么吗，各位亲朋好友谁有辩论包求求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那你会不会用它呢？显然是我会用它。第二件事情是突然想起来，我昨天晚上特别想用它，但是没用成。第二件事情是羁绊，也是我方一直想聊的部分，但是很可惜没有展开。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偷拍的，昨天凌晨4点钟我偷拍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面这个穿着橙黄色的这个羽绒服，背着双肩包，然后骑着共享单车的，是我们的一个辩论已经脱离辩论已经毕业已经3年的学长。他是从天津来的，其实也一直没怎么打过辩论了。他来北京租了3天的酒店，然后呢他就在他租的那个酒店就住了3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干嘛，来我们的房间备赛通宵讨论，备赛通宵讨论，很枯燥。那他为什么会来呢？这个人是我们的亲爱的李武阳学长，也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学长。第二件事情是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到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很多的志愿者，还有很多的好友，很多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啊，他们见面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讨论攻防是什么，什么表达好，他们见面的第一件事情是握手拥抱然后合影。如果对他们来说思辨是辩论最重要的部分，他们为什么不去讨论而去拥抱呢？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是，很多时候确实我今天表达完很多时候不存在了，我也很可能过很多年我也不记得现在有这样的回忆了，但是我留下来的永远记得的就是我以前的那群人。其实今天现场有很多学长姐来给我们加油给我们助威，河北大学以前呢也输过很多场比赛，但是我们的学长姐都没有离开。那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我明天还能再来，可是呢如果辩论 AI 介入了，如果失去了这些羁绊，那么可能明天明年我就来不了这个赛场了。谢谢。感谢双方四辩，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到此结束，有请双方辩手退席。下面
首先有请各位评委对本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两部分作出评判，同时投票决定本场比赛最佳辩手的归属。在环节票部分，评委对每个环节分别作出打分判定，并在比赛结束后上交环节票，由工作人员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进行核算。单一评委票面上哪一方得分多，则视为此位评委将环节票投与该方。在印象票环节，评委将投出印象票。下面请工作人员收取评委投票。根据印象票的结果显示，高庆一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张爱萍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林洁莹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下面我们进入评委数票环节，请各位评委老师落座印象票投向的一方，并阐明自己印象票投向的理由。下面数票正式开始，有请高庆一评委进行数票。特别荣幸啊，能够坐在这儿啊，坐在秋阳这儿，看着秋阳的素材啊，都是一种审美。我想说三点啊，就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可能经常有一个小的误解，我们对于科技发展，尤其是 AI 生成式 AI 的近未来的发展过于乐观，我们对于 AI 远期的发展过于悲观。其实我觉得今天双方打得都非常好。但是什么是生成式 AI，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从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在今年出了，如果这个题目在2023年或者2022年出的时候，那个时候讨论的真的不是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障。因为大语言模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取得了颠覆性的变化，人工智能这个词不是个时尚的名词，它从1956年就开始有了，人工智能经历了三起两落，为什么会有那个低潮期，其实大概率就是我们想象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做人工智能很多的时候会被当成骗子，就是因为它听起来好像什么都能干，它可以具有思辨能力，它可以具有信息整合能力，它可以具有观点挖掘能力，它可以具有这种表达能力。其实真正实现环节里面，如果没有2023年产生的巨大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辩题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老说一句话叫做君子博学而日餐省乎己，则致明而行无过矣，其实这就已经指明了我们的方向了。君子博学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大家已经没有人在跟百度、在跟 Google、在跟大语言模型去比我们如何能够博学，获取知识、获取数据的能力，大家是一致的。我的这个非常少的辩论经验里面，不多的一场比赛就是在《奇葩说》第五季2018年的时候打的一场比赛，叫做“大脑一秒知识共享”啊，这个被碾压啊，我被碾压。客观说，我们对于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萃取过程是人大脑随机游走的一个专门特点。其实我们能够把这样的数据能够把它升华为一种我们对于事件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到了智慧这个层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辩论的意义在我的浅薄认知里面，其实就是能够让它能够萃取为我们指导未来学科的学科，它像哲学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看一直在说到底消解还是消减，然后到底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资料的收集器。其实在我在2023年重走了那个王阳明的那个之路啊，我在他那有叫玩易窝，玩易经的窝啊，他在那悟道了。我在那里我就在想，哎，王阳明当时为什么会在这儿悟道？我跟那儿待了半个小时，有四个摄像机对着我，他们说你悟了没有，我说挺悟的慌，你们要不让开点。对，那个地方特别也不是很深，但是呢特别的阴暗。在那个里面我突然间悟了，我说为什么他会悟道呢？在这因为没有信号里头啊。我们经常会向外连接，我们经常会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包括数据是有大量的，我们经常靠各种各样的工具让我们与外界连接，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反躬自省向内探索呢？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片刻的失联的时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向内去探究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我们对于自我的思辨。那个日餐醒忽己，也许就是生而为人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所以我就在想，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今天我们可能连定义大家可能还都会有分歧，理解的认知可能也会有偏差，但是确实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有这样的一个辩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去思考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前进的助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是开卷考试，大家都可以上 Google Scholar， 大家都可以用百度，你都可以查取到信息。我们今天秋阳这个手里拿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都是金句啊，当然他我没有发现他念过一句金句。你会发现人与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交通交流过程中能够碰撞出来的火花，能够产生大脑的随机游走。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思辨，客观说人工智能可以思辨，它只是形似，它只是能够看起来像它具有一个想法。我老觉得人工智能特别像一个渣男，我觉得人这个为什么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经常会被渣男骗，你会觉得它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大量的案例、大量的沟通交流过程里面的经验，然后做一个直观的反馈。但是我觉得人什么叫真挚的爱情，我浅薄的说一个我的思考，我觉得可能是叫真诚的拙劣。就也许你能看到他身上有那种不完美，他可能非常的紧张，他可能进退失度，但是那他的眼睛里面我能看到的是那种真正代表爱的方向。所以我说人工智能能够给予，我相信河北大学在未来一定也能打败北京大学，虽然我不知道今天的结论到底是不是，但是客观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工智能是帮不了你能够击败一个你认为比如说之前一直击败不了的对手的。人工智能所能够给予你的只是那80%的内容，但是那20%的真正能够产生质的变化的，我相信是人所独特具有的能力。谢谢大家。感谢高庆一评委，有请张爱萍评委进行述票。好，在高老师之后发言，我心里就特别坦荡了哈。就高老师作为人工领域、智能领域的专家，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呢，先给大家说一个事儿。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世界现阶段到底存在不存在辩论 AI？ 因为在去年，国内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厂家特别跟我联系，说他们这个模型特别好，他们试了一下，用来输出辩词很棒，说张老师你来试用一下，给了我一个内测的资格哈。我一试，倒是能形成一个像是辩词的东西哈，但是就像今天两面辩手讲的，它没法用，因为它跟你的思维产生不了共鸣，那你怎么办呢？你得不断的调整它。你得输出你的思考，去提问，提出你的要求，然后不断的打磨，可能最后他帮你完成的是一个润笔的过程，对吧？那从这个过程中，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替代真正的人，现实中的人的辩论呢？我觉得不未必啊。刚才高老师说，最后是人和人之间的碰撞，是拙劣的真诚，对，我觉得这个对的。尤其是个渣男，我特别有启发哈。我觉得今天的正方的同学呢，有几个地方哈，我觉得这场比赛要赢，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关注点、焦点啊，要转移回来。你们过度的关注了四个因素，我刚才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一个就是关注于大学的名气、排名、实力。这个从一辩开始发言，一到四辩，我都感觉啊，你们有一种壮士不屈膝的这个壮烈，所以就是这方面让我觉得自己从内心中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有了一点怯场。第二个呢，是你们对这个学长姐还有对那个教练资源的过度的关注。是要肯定他们，是要鼓励肯定他们的贡献，但是你们要想在这个过程中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发音的麦克风，那就意味着
你此刻可以做三遍，也可以做二遍，甚至你可以作为场下的观众，作为这个弹幕前的这个发言的网友都可以。你的独特的思考在哪儿体现呢？而这个时候我们过度的强调辩论之外，你发言这个人之外的因素，实际上我觉得是在消解辩论的价值。第三个呢，就是过度关注自己，好像有点矛盾啊。你们看你们的那个定义里面啊，一开始例题的时候说消解了选择交流的机会，消解了过程中的体验感，这两点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但是这两点聚焦的是谁呢？聚焦的都是参加辩论赛的辩手。你们有没有关乎场下的观众，互联网上的那些听众网友们的感受？没有啊。他们看辩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看你们交个朋友，是为了让你们体会彼此的交流成长体验？不是，他们是希望通过这场比赛有一个他们思考表达的机会，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是大家过度的关注自己。就像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我们不能把辩论变成一个封闭的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你还要想到你的社会责任感，或者说更广泛一点，就是当你有一个发言权的话语权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想到你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所以从立论的角度，你看你就只选择了很小的一个面，而今天我们的辩题是在讲辩论的意义的时候，这就是选择棋差一招，就取了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开始入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大家对 AI 的过度关注，一会儿呢觉得他们很笨，一会儿又把他们很神化，觉得自己提出什么样的诉求 AI 都能够解决。而事实上呢，我倒是认为啊，认可哈，其实有了这个工具以后，最重要的或者体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你的不断的投喂、提问和他交流修正的机会。所以这就跟我们拿原来的搜索引擎或者看图书馆的书是一样的，同样的一本书，两个人看完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收获完全不同，对不对？同样都是用某一个搜索引擎，我可能就能搜索到高老师的手机号码，虽然很隐私哈，但是你可能就搜索不到。那是你用了假的吗？不是，你采取的思维方式，你的解题破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都是用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我们拿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如果大家介意说，那好，我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就是为了帮助你形成一个资料包，就是帮助你写出一个陈词，就是帮助你给你做几个提问攻略，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今天我们应该讨论的辩论 AI 的东西。辩论这个事情，我们人类自我定义就应该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思考学习的方式。它从古老的辩经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大学生辩论，甚至今天讨论的时候远远不应该止于大学生的辩论，对吧？所以最后他们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提到的是绝对的权威是辩论的天敌，我觉得这点是对的。所以在我们在讨论辩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即便是有 AI 的这个因素，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迷信某一些外在的影响因子，而不应该把它聚焦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找到我们和这个世界交流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无可替代的。我甚至可以说，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它都不能替代你独特存在的价值，而你否定了它，也就否定了今天自己站在这里的意义。好，谢谢。感谢张爱萍评委，最后有请林洁莹评委进行述票。好，各位好，
辩论 AI 会不会消解辩论的意义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非常相信辩论 AI 会消解评审的意义，特别是像我这种只会算攻防的评审的意义。我非常简单的梳理一下我这场胜负的判准，其实就是在于正方提出来的两个论点，一交朋友，二体验感。在反方非常快速和清楚的攻击下，其实朋友这一条意义其实它不独特，而体验感这条意义没消解，所以对于正方的论其实反方的破拆非常清楚了。而反方的关于所有辩论 AI 强化辩论意义的部分，正方最后的落点，我觉得我听到的最后一句叫落实在资料的整合能力上，但我觉得这对于反方而言是打得不够痛和不够透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判准，为什么我投给反方的原因，这是跟大家的交代。那我觉得于我而言评审的义务到这里就完成了。正常来说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正方这个立场该怎么打，因为我觉得正方其实蛮难的，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今天正方同学其实有几轮的攻防是摸对了方向，但是没有把它更坚决一点的打掉，有点可惜。可是请大家原谅我的私心，因为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有同题的比赛，而其中有一支队伍是北京师范大学，我不想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对手支招，所以如果场下的辩手和观众对于我认为正方怎么打感兴趣的话，我非常乐意在场下跟大家交流，请原谅我作为一个教练的私心，谢谢。再次感谢三位评委的数票，请评委老师们回到评委席落座。请双方辩手上台，重新回到选手席落座。想必各位评委入木三分的陈述，一定让大家对辩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下面我们就请各位评委投出决胜票，我们将综合环节票、印象票、决胜票三个环节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华语辩论世界杯成立于2012年，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青年思辨文化平台，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所学校参与，覆盖小学、中学和大学全年龄段的活动体系。华语辩论世界杯旨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世界青年的文化交流。同时，华语辩论世界杯紧扣时代脉搏，与青年紧密相连，怀揣青年理想，勇担社会责任，心系家国天下，以青年之声奏响时代强音。下面将进入到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我将公布本场比赛的获胜方及最佳辩手。获得本场比赛最佳辩手的是反方四辩梁秋阳，恭喜。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票和决胜票票数结果如下：环节票，高庆一评委投给了反方，张爱萍评委投给了反方，林洁莹评委投给了反方；决胜票，高庆一评委投给了反方，张爱萍评委投给了反方，林洁莹评委投给了反方。因此，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0-9，反方北京大学获胜，恭喜他们。
同时也感谢河北大学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最后，感谢各位评委和选手对本次赛事的支持，请各位离席退场。